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号的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党的20大的代表、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，并且和大家合影留念。下午4时，习近平等步入宴会厅，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。习近平等向大家挥手致意，不时停下脚步，同前排同志亲切交流。代表们纷纷向习近平等领导同志问好，表达诚挚的敬意，送上热情的问候。大厅内掌声、欢呼声经久不息。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，参加会见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全国政协、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的老同志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